片子也终于拍完了。我是 Harley， 欢迎来到 Hollywood。 哇，你看今天我的样子好黑啊，最近带孩子去游泳还有冲浪搞得这么黑了。然后呢，这个片子也终于拍完了。当然我现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是已经拍完了好几天了，这个是在16号就正式拍完了。上一期节目关于我们的 Red Card 的话是最后一场在室内的一场戏，然后第二天是拍了一些 B roll， 就是一些空镜。8月27号到9月16号正式拍完，整个时间拍了快20天，但当然中间休息了3天左右，那终于拍完了。所以这次的话算是拍的蛮长的一次拍摄，通过这次的拍摄认识很多新的第一次合作的朋友啊、例如导演也是第一次合作啦，DP 也是第一次合作啦， First AD AC 都是从纽约过来的，也是第一次合作，还有我们的 Production Manager Richard 也是第一次合作，农 PD 也是我们的新朋友。虽然好多位都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我们合作都非常好，非常的卖力，然后他们也是专业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将接下来我会跟他们有很多方面的合作。那当然导演也是第一次合作了，那导演的话跟我就是也是从前期到拍摄当中交流也特别多，也经常除了拍摄之外闲暇的一点点吃饭的时间，然后有时候回来喝点酒也聊了很多东西，包括这次他拍完每一次都给我展示一下他的那个拍摄的情况，从他身上学到蛮多东西的。然后之前的视频也有一期我有讲过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学到的一些东西，然后其他的好多组员都是很棒的，一旦放在那个位置的话他都非常的尽职，非常认真做好在我们这个组里面的这个工作。通过这次拍摄也认识了很多来参与群演的专业人士，其实他们都是电影人，但是他们为了就是支持我们，然后同时也是为了好玩就过来做群演，大家就是非常的有想法，然后并且是真的是想在洛杉矶去做一些好的题材好的电影，其中也包括了另外几位比如说 UCSD 的 Grace， 然后还有 Sophia， 然后还有 AFI 的 Tina， 然后UCLA 的 Lance， 可能中间有一些漏掉的哈，因为一下未必能够全部想起来。我的编剧朋友也是也是在来参与了好几天的那个群演的拍摄，另外还有一位导演老李也是，还有他的朋友 Lina 也是支持了好多天，所以在这里都一并感谢所有参与我们拍摄的朋友，非常感谢他们，然后我们有机会会再相见然后或者说一起再合作。那至于演员的话，那当然就是所有的演员都是非常棒，通过几次 audition， 然后再有就是根据这个角色我马上就能想到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女主角 Mona Anthony 也是之前就一起演过戏的，然后还有 Marty 他非常棒，而且他演什么像什么就能提出很多建议来去完善这个角色，然后林冰也是非常棒，非常认真。他们两位就是在第一天希望去这个酒吧去体验一下生活，然后去感受一下的，就特别认真，就把这个戏真的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演的角色未必是你知道的，或者说是甚至是陌生的，那你得去感受一下。所以他们俩真的是非常棒，将来一定有机会合作。还有群演当中都有还有好多位，我也就没有那么长的篇幅，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跟他们继续合作，或者说找机会来上我的频道
的时候再来介绍给大家。包括这些演员，然后filmmaker，我都有可能会一个一个的把他请到我的频道，跟大家一起聊天。其实拍完这个，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特别是导演，导演之前拍摄那段时间确实是可能特别累。那我的话虽然是在提供一些支持，就是制片组的话也是非常辛苦，Richard 帮了我很大的忙，然后 Tina 在其中有几天也是帮了不少忙。拍摄的任务最重的那段时间，就他们俩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虽然不在 onsite，但是就是也是每天都是有考虑不完的事情，就生怕哪个地方就没有安排好。所以这个也是，拍摄完之后就突然放松了一点，对。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就期待这个片子后期能够更加顺利，然后能够呈现给大家。Anyway，总之的话，就是非常感谢所有参与我们拍摄的朋友，以及所有知道我们这个片子在拍摄的朋友，然后感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拍更好的片子，然后甚至一起合作，拜拜。Stop uploading your photos, right? Stop being stupid. So then that's why I hear, then they fight again. Why the fuck would you post our pictures on WeChat? So the next day at work, right, he's kind of not doing well, distracted, and then Alan says, come on, let's talk. Right? And then they're gonna leave. Yeah. This is a reshoot. See how easy it is to reshoot when you only have two characters, right?